有没有人像我这么无聊，有一点自闭的倾向？你们有没有人欣赏过拉面？拉什么拉面？拉链，虽然我们现在十二点了，拉链是一个很美的东西，大家知道吗？它有一种特殊的韵律跟美感，就是你发现它会这样，你把它拉链拉起来，它就会。会，我的手指数量有限，好可惜，应该再来一个，这样卡得很漂亮，有没有？拿个拉链头再拉开，就打开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再把它拉起来，你如果不用个拉链头，你要把它硬卡进去还很难呢。你用拉链用了十几二十年了，没错吧？你偶尔有一些坏掉或歪掉嘛，你再拉拉拉，卡哪里去啊？对不对？就发现拉链头很重要。